王仁甫爱车爱到骨子里，季勤连车子都不如。有一天我老婆就买了个卤味，把它放到地上去了，那个卤汁从两个地毯渗下去，渗到车子原厂的隔音垫的那里面，他就讲，怎么办？我说换车啊，怎么办？哎，换车。我老婆说换什么车？我帮你清干净。你如果清不干净，我就换老婆。没有办法。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